恭喜张总，恭喜张总，恭喜张总。这样啊，您逼我来，我最擅长弄这个，包妥帖。好，就你了啊，张总。那我负责挡酒。嗯，你要是高兴想多喝点，那我就不挡了。高兴我肯定高兴，但这个酒不能多喝，不会点三包。哎，小罗，你正好有车，那你负责接送吧。我车刚给蹭了，拿去 4S 店修了。静音也在，他知道。没事，没事。来，忙起来，忙起来。嗯。你干嘛 Q 我呀？怎么了？张总说没事，就一定是有事儿。是啊，你真以为他三高不喝酒啊？是因为他抠门儿，他要是不喝，谁敢喝？到时候剩下的酒钱又捞回兜里了。我劝你还是去吧，免得他给你穿小鞋。哎，你怎么把公号 Q 条改成漫画了？张总，我想增添一些趣味性。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趣味性了？啊，有些地方不创新，那是不需要，懂吗？我没说错吧？你不借他用车，他就给你穿小鞋。你飞机迟到了吗？喂，是 4S 店吗？我的车先不修了，马上给你安排个任务，去给我买五箱红酒。五箱红酒？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啊，四箱吧。啊，那个名字我发到你手机上啊。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，货比三家，不要买贵了，知道吗？货比三家，四箱红酒。嗯。哎，你看着我干嘛？快去吧。好的。啊，张总，你怎么才买回来？办的事情怎么这么高？帮忙翻一下。对不起啊。来，放到最显眼的地方啊。啊，花了多少钱？一箱188，一共752。你买贵了。我给你发的信息你没看到吗？网上卖148。网上148，捅得了？算了算了，我现在打给你啊。一共花了多少钱？188乘四等于752。看，700。好，马上入席吧。52。哎哎哎，那个你们三个人在这个地方签到啊。好的。每人一个52，这哪是什么铁公鸡啊？这就是抢劫呀！